同学大家好，今天是我们这个第二个学期的第一个讲次的这个播出，呃，我们这个学期呢，要中级会计学呢，要跟各位谈的几个重要的主题，那么前面几章呢，大概都是跟金融工具有关啊，金融工具有关，那么包括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以及股东权益。 那么接下来呢，会跟各位介绍一些个比较特殊的会计处理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租赁的会计啦，或者是退休金的会计。那么最后呢，我们会跟各位介绍到现金流量表的这个编制的方法。那么这个大概是我们这个学期呢主要的讲授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要先跟各位来介绍的是金融资产。 那我们知道呢，公司呢常常会去买一些个金融资产，哈，比如说这个股票啦，别人发行的股票啦，或者是别人发行的债券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延伸的工具，像这个认股权啦，或者是这个认售权证、认卖、认购权证。 那么等等这些作为它的投资哈，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买其他的这个金融资产作为投资的话呢，有两种主要的差别哈，一个是如果你买股票的话，那买的这个分量很多，比如说呢大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啦，这个整个公司的股份你把它买来超过百分之二十，这个时候呢，你对于被投资公司呢会有重大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的会计处理方法就不一样喽。如果对贝投的公司有重大影响力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用所谓的权益法哈，所谓的 equity method 来处理。那假定说你能够呃拥有一个公司的股份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话呢，你就对这个公司有绝对的控制能力。那个时候呢，这个公司就变成你的子公司，你的 subsidiary 子公司。所以我们的会计处理又不一样啦。 你要把那个子公司的财务报表呢并进来，就是编制合并报表哈。那么，所以这些的话呢，都不属于我们所谓的金融资产的会计的这个准则公报的适用的范围。换句话说呢，我们这边谈到的所谓的金融资产呢，是针对于债务工具，比如说公司债啦，或者是其他的商业本票喽，这些债权资产，以及呢。 我们的这个股票投资的话呢，就是它必须低于百分之二十以下，就是你对被投资公司呢没有重大影响力或者是控制能力，那么我们呢就适用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所谓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啊。那么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呢，什么叫金融资产？我们在会计上所谓的金融资产它的定义是什么啊？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说金融资产呢包括四个大项目，第一个呢是现金啊，这个现金的话呢，当然包括银。 银行存款喽，就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大宗的金融资产。第二个金融资产呢，就是其他企业的权益工具。 也就是其他企业所发行的股票喽，或者是这个认股权证喽，那么这些的话呢，我们如果买来做投资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的金融资产哈。别人发行的权益工具，如果我们是我们自己国发行的权益工具，就不是喽，那就是我们的股东权益哈。好,好，第三类呢就是债权资产 <coughs>，具有下列二者之一的合约权利。 啊，各位知道看到这个合约权利的话呢，就是它是一种权利喽。那么这个权利如果属于我们的的话呢，那我们有这个权利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债权哈。所以我们说债权资产，那么又分为两大类哈。这个债权资产呢，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可以自另一企业收取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的这个权利哈。那么这是非衍生的工具啊、哦，那像什么呢？像银行的放款喽。 我们的一般公司的应收账款、销货时候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应收的票据，以及呢其他的债务证券，像我们购买别人公司发行的公司债，那么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哈，就是收取现金或其他资产的这个权利。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延伸工具喽，按潜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与另一企业交换金融资产或者是金融的负债。 这个所谓的潜在有利于自己的话呢，就是可能会有利于自己，有可能没有，但是不会有不利的。就是延伸工具像什么呢？像我们买入的买权，或者是卖出的卖买入的卖权。那么各位，如果你看也看过说我们的证券公司呢，常常会发行一种的认股权证啦，或者是认售权证。 啊，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延伸工具 （derivative） 哈，derivative，derivative Der 的话呢，就是用你,你赚钱的时候呢，你可以执行行使你的权利；，万一赔钱的话呢，你就放弃了，你没有义务去买哈，所以不会赔钱，那么只会赚钱。那么这是一种延伸工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说钱在有利于己，那不一定是真正有利，但是它有很大的获利的空间可能性啊，这是第二类的这个债权资产哦好，这个，但是呢，它。 都是以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来交割的。我们第四类呢，就是将以或可能以企业本身的权益工具来交割的合约。换句话说呢，这个债权资产呢，将来交割的时候呢，是用我自己发行的股票来交割的，而不是用其他的资产来交割。好，那么这个合约呢，这个也是一个权利喽。那该合约呢，具有下列二者之一。好，也是一样的哈。 就是结清交易时候呢，可能收受企业本身的股票或者是其他的权益工具，哈，就是比如说认股权喽。那么当对方赔我们的时候，要给我们的时候呢，他会拿我们公司股票来给我们，哈。那么这个我们也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呢是非衍生工具，一类呢是衍生工具。那么这个第一类呢，就是企业必须收取或者是可能必须收取变动数量。 各位，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变动数量不能够收取固定数量哦，啊，变动数量的企业本身权益工具的非延伸工具，比如说。 有一个人欠我们公司的钱，他说呢，我到期的时候我拿你们公司的股票还给你好不好？我说可以啊，好了，欠我一百万，好，我们公司呢有这个应收账款一百万。他说到时候我没有现金给你，可是我有你的公司的股票，我是你的公司的股东，我可不可以拿你的公司的股票还给你？我们当然可以啊，因为公司的股票可以卖钱啦。但是你拿几股给我呢？ 就看看喽，当时你还给我的时候，我们公司股价是多少？如果你欠我一百万的话呢，假定你还给我的那一天，我们的股票的市价是二十块钱的话呢，那么你就还给我五万股喽。如果我的股票是一百块钱的话呢，那么你就要还给我这个。 一万股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个变动数量、变动股数的，但是金额是固定哦，金额就是一百万，哈，这是第非延伸工具，哈，这是我们的这个以本公司的股票来交割的，哈，好,好，第二类呢是延伸工具喽，那么将来也要用我们的公司的股票来交割哦，这什么呢？就是非以或可能非以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交换。 固定数量的企业本身权益工具的方式来交割的延伸工具，好，那么注意啊，就是呃两个都不能固定，好，不是固定金额的这个固定金额跟固定股数不可以。那这个以外呢，全部都是属于这个金融资产啊。例如以股份净额交割啊，这一句话各位也要把它记下来，等一下我再说明啊。净额交割且以企业本身的普通股为标的的。 远期的购买合约，好，远期购买合约，什么叫远期购买合约呢？就是好，我跟你订约哦，那么在一年以后或半年以后来交割，那么这个我现在把合约先签了，好，到时候我也不给你钱，那到时候呢你给我钱，那再我给你股票，或者是我给你钱，你给我股票，这个呢都叫远期的购买合约。 如果我们的购买的标的物呢，是我们本公司的股票的话呢，那就是以我们本公司的权益工具作为远期的购买合约的标的物喽。那将来呢，如果是要到期要交割了，不是以不就是我跟你买一万股的话，你不一定要给我一万股，或者是我不一定要买一万股哦，我们就以那个差价来交割，好，以差价交割。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呢，各位就可以知道了哈。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例子哈，就是、说，呃，以延伸金融资产。 远期购买合约以企业本身的股票来净额交割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事例啊，那各位就知道说，比如说呢，在十一年的四月一号，那么 A 公司呢跟 B 公司签订合约，约定 A 公司，我现在代表 A 公司哦，好，于十二年的三月三十一号呢支付现金十万块钱来交换 B 公司所交付的给 A 公司的交付什么东西呢？你要交付 A 公司的股票一万股给我。 换句话说呢，我是 A 公司，我跟你买我公司的股票，在明年的一年以后，我跟你买一万股，价格多少呢？每股十块钱，好，所以我要付你十万块钱喽。那么到时候呢，我跟你买一万股，但是我你不一定拿一万股给我，我们到时候呢来补这个差价就好了哈。双方以股票。 就净额交割啊，这个净额交割就是不要真正买一万股哦，到时候我们来看哈。A 公司股票呢，在十一年四月一日的市价是十块钱，我现在呢跟你定约说，一年以后买你的，那价格怎么定？说按照今天的市价啊。好，今天的市价的话呢，谁也不占便宜也不吃亏，所以这个合约的这个公允价值呢是零。 啊，远期，所以我们就不去做分录喽。哈，那么假定下面呢，哈，十一年的十二月当签约的当年底的时候呢，A 公司的股票市价每股是十一块五，哇，涨了一块五喽，涨了一块五的话呢，A 公司就赚钱了，因为我还是照十块钱跟你买啊。好，那么十二年明年的三月三十一号呢，我的股票又涨了，涨到十二块五，又涨了一块钱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喽，怎么就做分录哈。好，那么这个。 这个所谓的净额交割呢，就是我们来付那个差价喽，好，付差差价。你看喽，我们的分录呢，在四月一号的时候呢，没有分录，因为它的公允价值是零，你做分录的话呢，金额是零也没有意义嘛，哈。 好，到了年底的时候呢，我的股票的市价是到十一块五喽，可是我可以用十块钱给你买，我不是赚了一块五吗？那么一万股就赚到一万五喽。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认列利益喽。一方面借远期购买合约资产，我的债权资产哦。好，这个一万五千块钱，这个算出来就是以市价减掉我的合约价格，啊，就是我赚到的部分，这一万五。 贷远期购买合约的利益，啊，这个利益呢也是一万五哦，啊，这个是记录远期购买合约的资产跟利益。到了明年的三月三十号正式交割喽，那个时候呢我在认列，因为市价已经涨到十二块五了，又比去年底呢涨了一块钱，所以呢十二块五减掉去年底的十一块五，又赚了一块钱，一万股总共是一万块钱，所以我借远期购买合约资产一万块钱贷。 远期购买合约的利益，这是我赚到的、哦。所以这个本身是延伸工具哦，好，那么以净额交割，好，这个利益就赚了一万块呢。所以我总共赚了两万五千块钱喽。那么现在要交割了，我呢，你要拿我的公司股票给我，我收回自己的股票，我怎么记录呢？借库存股，我不能够把我的股东权益减少，不能够把我的普通股股本减少，我借库存股。 多少钱呢？多少股呢？两千股？怎么算出来的呢？两万五除以当时的市价十二块五毛一股，所以你要给我两千股，它的公允价值呢是两万五，所以我把我的借库存股呢，然后贷远期购买合约的资产，我的债权资产呢贷掉了。你看来这是净额哎，如果你要总额的话呢，就要一万乘上十二万五千哦，就是十二块五毛，就是十二万五千哦。 我们没有，我们现在只是用两万五千来交割，这个叫净额交割，哈，啊，净额交割。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延伸工具，哈，的这个资产。嗯、那么现在呢，我们再继续跟各位来介绍金融资产的分类。 当我们买进来金融资产以后呢，我们到底应该来做怎么样的会计处理？要做什么样的分类？在早期的话呢，也其实也不是早期了哈。就说在今年以前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会计准则规定，我们的金融资产呢分成四大类。第一类呢是以公允价值衡量，然后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损益的。第二类呢叫做持有至到期日的投资。第三类呢叫做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第四类呢，就是债权资产，像放款啦、应收账款啦这一类的啊、喔。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我们预计到二零一三年一月一号开始正式生效，我们就把这个四分类呢，把它大幅度简化成为两分类哈，两分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呢，我们金融资产的分类的这个基础哈。那么第一个先看这个分类基础，我们根据什么来分类呢？ 所有的金融资产呢，应该以它的原始认列的时候呢，应该按照它的后续的衡量基础来作为分类。那么后续呢，我们有两种分类的基础哈，两种基础，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呢，把我们的金融资产呢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叫做以摊销后成本衡量的金融资产，那么第二类呢叫做以公允价值衡量的金融资产。啊，我们现在呢把它简化了，剩下两大类。 一类是用公允、用摊销后成本来衡量，那就是用历史成本喽；一类呢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那么这个衡量，这怎么去分分分划分呢？就是哪些应该按照摊销后成本来衡量，哪些应该用公允价值来衡量？这个衡量的基础，我们又要怎么来决定？那么基本上呢，这个金融资产的衡量的方式呢，我们要以下面这两点呢来作为它的判别的这个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企业。 这个管理金融资产的经营模式，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哈、啊、，business model，我们常常讲说，哦，你这个经营模式，这么模式？ 经营模式很重要哦，有些呢，经营模式好的话，它很会赚钱；有些企业经营模式不好，它就经营就赚不到钱哈、哦。所以 business model 呢很重要。那么这个 business model 呢，经营模式会决定你这个金融资产买入以后呢，到底应该用历史成本的摊销成本来衡量呢，还是应该用公允价值来衡量？好，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喽。就第一个经经营模式，第二个呢，就是金融资产的合约现金流量的特性。 如果金融资产有附带有固定的合约现金流量的话，那么那个现金流量有什么樣的特性？这个也会决定你的金融资产应该怎么来衡量哦。好，好，我们就来看看呢，经营模式企业的管理金融资产的这个经营模式到底有哪些？那什么叫经营模式？经营模式简单的说呢，就是你企业持有金金融资产的话，你的目的是干什么？你用什么来考核你的？ 购买金融资产的绩效，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你的经营模式。那么，金融资产的经营模式，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买进金融金融资产出来以后，进来以后，我就想按期的收取金融资产的合约现金流量。我这个金融资产呢，它有一个合约的现金流量，我买进来以后呢，我不想卖掉，哈。 它可能是三年到期的，这中间呢经常都有现金收入。我买了就把它摆着了，好，不管涨价跌价我都不卖，我就要收这个现金流量，这是我的经营模式啊、哦。那么当然了，这个呢只有什么呢？只有债权资产才有了，像这个放款啦，像这个公司债的投资喽，哎，他们会每年的会付给你利息，然后呢十年呢他要偿还你的本金，放款也是一样。 啊，这个呢有合约的现金流量。那我呢买这个金融资产的投资呢，就是想收这些现金流量。这个公司债会涨跌哦，涨跌我都不管，涨价我也不卖，跌价我也不卖，我就是收现金，到时候把本金拿回来。这个叫按期收取合约的现金流量。那么这是一种经营模式。第二种经营模式是什么呢？第二种经营模式是以赚取买卖的差价或者是增值的利益为目的啊，赚取买卖差价。 我们知道呢，金融资产的话呢，有些人专门来做这种生意的。你要买公司才券啊，我卖给你啊，我去从公司公司那边打批过来，然后我转卖给你，我赚个三 percent 的手续费，我赚个一 percent 的手续费，经常这样买进卖出，这个呢叫赚取买卖的差价。好，第二个呢就是等待增值，因为呢这个金融资产呢会涨价。 当然也可能跌价了，然后跌价我就不卖了。那涨价的话呢，我觉得已经涨到最高点了，我就把它卖掉了。如果我是这样的目的的话呢，当然我不会说摆着那么一直收取现金喽。所以这是。 不同的这个经营模式，对不对啊？好，两种经营模式，哈，就是我们谈到经营模式呢，是有这么一个两种这个模式哦。好，第二个判别的标准呢，就是你有固定的现金流量的话呢，我们要看看你的现金流量的特性是什么。好，这个现金流量特性，这个现金流量的特性的话呢，它必须是纯属还本付息，好，没有其他的这个权利这个参与在里面。 那么这个呢叫做现金流量的这个特性，纯属信用贷款啊，这个是本金我将来还给你喽。那么美其付给你的利息是真正的货币的时间价值，所谓的 t time value of money 好，货币的时间价值。那么这个呢我们才叫做真正的利息。如果美其所收到的不固定，变来变去的，有受到其他的价值的影响的话呢，这个就不符合这个特性喽。 好，我们根据这两个来判断说，我们的金融资产呢，应该列为这个摊销成本的金融资产，还是列为公允价值的金融资产？哈，好,好，那么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来看属于摊销或金融资产的，应该按照摊销或金融资产的来衡量的有哪些呢？好，有哪些？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个，哪些个金融资产适合以摊销或成本来衡量呢？有必须有两个条件，哈，符呃符合下面两个条件的，第一个。 该金融资产是在一种经营模式下所持有，该经营模式的目的呢是什么呢？是按期的收取合约现金流量，哈，持有资产以收取合约的现金流量，而不是等到它赚了钱了、涨价了，我就把它卖掉，我不卖，哈，即使涨价我也不卖，哈，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该金融资产的合约，这个合约条款规定。 在各特定日期之间，比如说每半年啦，或者是每一年啦，怎么样呢？会产生一定的现金，好，纯属还本偿还本金，就是本金，我会还给你喽。第二个，支付按照流通本金的余额、流通本金的金额所计算的利息的现金流量。 也就是说呢，每期首付给你的利息呢，按照你的流通本金的大小，然后呢，按照无风险的利率哈，再加上你这个企业发行的信用的风险，那么这所形形成了一个公允的利率来计算的利息，没有其他的权利了。那么这是这个所谓的纯属还本付息啊，这是第二个条件。那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呢，我们才能够按照这个呃。 摊销额成本来衡量，好，就是以摊销额成本衡量的这个方式。第二类呢，凡是不符合上面这个呢，都应该以公允价值的衡量，好，就是以公允价值衡量的资产呢，包括哪些呢？以公允价值衡量的资产，包括第一个，好，就是上面讲过不符合以摊销成本衡量的这个条件的金融资产呢，全部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包括什么呢？包括所有的权益工具。 好，各位知道权益工具是没有固定现金流量的哦。你买别人的公司股票，有没有保证说你一定可以收到股息红利呢？没有。但是你买别的公司的公司债，有没有收到固定一定会收到利息呢？当然有，它有固定的利率。股票就没有股息红利哦。好，所以权益工具都在里面。好，第二种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延伸工具，独立存在的延伸工具，因为它的现金流量呢有杠杆作用，不符合纯属还本付息。好，这、就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什么呢？那么第三可转换公司债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潜入式的延伸工具啦，混合工具，因为它的现金流量呢非属还本付息，每期的利息呢偏低，因为有这个这个股票的转换权的价值在里面好好这些，然后呢，所有非按 按揭收取合约现金流量为目的的债务工具，啊，所有的公司债呢，如果你是打算赚了钱就卖了，那么它就不符合按照摊销成本了，所以我们应该用公允价值来衡量。好，现在这边休息一下。除了上面讲的两个主要的分类之外，呃，我们呢，企业呢，也可以选择将金融资产呢，指定为。 透过损益，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哈，透过损益价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这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呢给企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提高会计资讯的品质好但是你不能随便指定哦。什么情况你可以指定呢？要符合这个情况。好，我们再来看哦。企业的金融资产不论是否符合应按摊销成本衡量的条件，比如说你要想收取合约现金流量喽，就不打算卖喽，那这个条件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推换掉。如果你指定改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而且呢，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损益。 可以消除或者是重大减少衡量或者是认列的不一致，这个呢我们称为会计不一致或会计不配比哈。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从而提供更攸关的资讯的时候。 那么企业呢，得在原始认列的时候，只有只有一次的机会哦。原始认列时，将该金融资产指定为按公允价值衡量，而且呢，公允价值的变动呢，计入损益，就是我不要按照摊销成本来衡量喽。哎，这是一种情况。好，我来解释一下呢，什么叫这个呃会计不配比或者是会计不一致？刚才讲过。 衡量的基础不同，或者是呢，损益认列的时点不同。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过，按摊销成本衡量，实际上它是按照历史成本；第二个，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它是随着市价的变动。这两个衡量基础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好，那么损益的认列，如果我按照公允价值的话呢，到年底我就按照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又涨价，我就承认利益；跌价我就承认损失。如果我到按照历史成本的话呢？ 那我就必须要什么呢？等到我把它卖掉的时候，啊，卖掉的时候呢？ 我才能够计算损益，这个是损益认列的时点不一样。如果我有个金融资产跟另外一个金融负债，他们俩是挂钩的，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一个用公允价值来衡量，一个用历史成本的衡量，这两个就斗不起来了。好，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按照历史成本衡量的呢，也把它当做什么呢？按照公允价值的衡量，这两个就可以 match 起来哈。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允许你呢，可以把它指定为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好，这是第三类。 好，接下来跟各位谈的是嵌入式的延伸工具好，嵌入式的延伸工具呢，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先看看什么叫嵌入式的延伸工具啊？各位也觉得很陌生哈。好，它是指一个混合的工具，又称为结合工具，就是 combined instrument 或者是 hybrid instrument。它一个组成部分，嵌入式延伸工具就是这个混合工具的组成部分。 该混合工具呢，包含了两个金融工具，一个呢是非延伸工具的组合约哈，一个非延伸工具；第二个是潜入式的这个延伸工具，你把它嵌在里面喽，哎，那么这个叫潜入式的延伸工具哈。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的话呢，就是可转换公司在就是喽。那么因为有前入式延伸工具呢，造成了混合工具的部分现金流量的变动。 跟独立的延伸工具的相似，哈，把它改变了原来主主合约的现金流量了，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混合工具有潜入式。好了，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可转换公司债。我就买一个公司债，将来呢可以转换成发现公司的普通股的股票，啊。转换公司债是一种债权，它的主合约是是一种这个债务公司的债务喽。我买了人呢，就是我的债权，我可以收取利息。 我的选择权转换成股票的话呢，股票涨价的时候我就转，不涨价的话我就不转。那么这是一种权益的这个转。 这个延伸工具啊，这个呢，把它绑在一起的话呢，叫做嵌入式的延伸工具哈。这个整个叫做混合工具。那么混合工具它在会计上怎么分类呢？好，怎么分类？原则上呢，我们要看看呢，这个混合工具它本身的主合约是不是属于金融负债或金融资产哈？好，我们来看混合工具，如果它的主合约呢是用 e f r s 九号国际会计报道准则的第九号的规定，应该将整个混合工具呢依规定，好依规定怎么办呢？ 一个看它的经营模式是不是以收取合约现金流量为目的，第二个呢，这个合约的现金流量呢是不是纯属还本付息？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就按照摊销成本来衡量；如果不符合的话呢，就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也就是说呢，混合工具如果这个主合约是金融工金融工具的话呢，就不要把它分开来哈。 不需将主合约跟嵌入式延伸工具拆开，分别决定两者的会计处理方法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可转换公司在购买来做投资的话呢，我们就不分拆哦，啊就不咋分拆了。但是如果主合约前入的一个延伸工具，前入的主合约不是金融工具的话呢，它就不适用 e f r s 号、哦。如果其主合约不适用 e f r s 九号的规定。 也就是说，组合约呢不是金融工具的时候呢，则不在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时候呢，应该将嵌入式延伸工具把它跟组合约来分开认列。啊，哪些个条件呢？第一个，前头式延伸工具的经济特性跟风险与指合约的经济特性跟风险呢，并非紧密关联，就是两个呢不一样，所以呢，延伸工具会影响、会改变它的现金流量。哈，第二个，这个。 与前头是延伸工具相同条件的个别工具符合延伸工具的定义，就它本身呢是个延伸工具哈，它本身是个延伸工具。第三个呢，就是整个的混合工具呢不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哈，而是以这个摊销成本衡量。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它全部指定按照公允价值来衡量啊，就这是三个条件，好不好？好，就是这个呃混合式的延伸工具呢，混合式的这个金融工具的处理方法。 好，我们接下来最后看看这个金融资产的重分类。刚才讲过，金融资产的分类主要决定于它的这个经营模式哈。仅当企业它的管理金融资产的经营模式改变的时候呢，才能按上述金融资产的分类基础将金融资产重分类。也就是原来你是收取合约现金流量的，现在打算赚取买卖差价了，就改为公允价值。倒过来。 就从供应价值内改为摊销成本衡量。好，具体的我们请各位同学呢看一下课本就可以了。今天呢就跟各位绍到这里，下次再会。